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广东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你会怎么做》。本栏目由仁和品牌联合特约播出，仁心仁爱仁和药业，关注健康，遇见美好。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邓璐。今天和我们一起观察的嘉宾是著名心理学家雷鸣老师，欢迎雷老师。朋友们，7月28日，也就是明天，是第13个世界肝炎日。那说到肝炎呢，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乙肝，不少人对乙肝都避之不及，那其中就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关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一般人群乙肝流行率约为 6.1%， 慢性乙肝病毒 HBV 感染者约8600万例。什么是乙肝呢？乙肝也叫乙型肝炎的简称，它是由乙型肝炎病毒导致的肝脏的炎症及坏死这样的一类疾病，我们叫乙肝。什么是乙肝携带者呢？所谓乙肝携带者哈，我们体内如果检测到了乙肝病毒，但是又没有肝功能的异常，肝脏又没有明显的炎症及坏死，我们叫乙肝病毒携带者。现如今，乙肝已经可以通过疫苗有效防治，但为何人们对乙肝感染者的恐惧与排斥却依然存在呢？在2021年1月，南京的李先生就因患有乙肝而被公司拒用。小李收到某生物科技公司的录用通知，职位为仪器研发部机械结构工程师。然而当小李按照公司要求进行入职体检，却被告知因为他的乙肝表面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两项指标呈阳性，无法入职。而在婚恋中因乙肝分手或者相亲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那么该如何消除此类歧视？当乙肝感染者前来相亲，他又会遭遇怎样的问题？送给你的。谢谢。其实今天出来我是有些事情想要和你坦白。啊，你讲。其实我是乙肝携带者。乙肝呐，这传染病吧，说实话我不太能接受。早知道你有乙肝，我就不和你约会了，不会爱人吗？当目睹乙肝感染者在婚恋中遭歧视，你又会怎么做呢？本期观察城市是长沙，地点是市区的这家茶饮店。我们再次隐藏了摄像机，现在观察开始。来了啊，来，给你的。谢谢。我帮你拿。没事，我多带就可以。其实我们接触一段时间下来，我还蛮想知道你对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想要进行下一步，还是有些事情就是要提前说清楚，大家都互相了解。那你说。两人即将开展一段恋爱关系，其中一人却犹豫不决。有什么不好说的吗？你说。其实我就是我身体方面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小问题，就是我现在有乙肝。我没记错，这个好像是会传染的吧。说出乙肝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的这位女演员其实犹豫了很久。能提前说这已经挺不容易的了。既不隐瞒也不让对方有那种错愕。我之前也没有听阿姨说过有这个问题啊。
我没给他说过这个事儿。现在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是奔着谈恋爱去，对吧？所以我想告诉你。不是，如果说实话，我不是很能接受得了，就是有个这个女患在身边。我没听错吧？我们的这位男演员把自己心仪了很久的对象比作隐患。如果不了解的话，他这么说我倒能理解。嗯，这个确实有传染性。出于对乙肝的不了解，原本婚恋中的亲密时刻却被视为威胁健康的隐患。我要是早知道是我们，也不会有后面有这种约出来的时候了。首先我是乙肝携带者，我病毒载量很低，而且我去做医院也做了一些检查，就是我的各项指标都是很正常的，只要平常我做好这个防护啊防治什么的，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不是你说不会有事就不会有事情的呀，这传染病哎。那我跟你吃过这么多次饭都有隐患。我们这个男演员是坏人专业户。嗯，如果生活当中真是有这样的人的话，我得替他说句话。嗯，一块吃过那么多饭以后，他又不知道一块吃饭没事儿，你突然间告诉他我是携带者，吓一跳是很正常的，有责怪是很正常的。至少说他的这种偏见是来自于无知。你说你得这个病工作好找吗？不好找吧。有跟你在一起，我要一个人挣钱养家，压力不大吗？有结婚生儿的孩子，也有乙肝。正常人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为下一代着想吧。男演员对乙肝的歧视，让旁桌的二位很不平静。哼！所以这个病就好好在家里待着吗？出来干嘛呀？没病啊，没病啊。他只是个携带者而已，我们如果去医院检查都可能会有很多问题的携带者，对吧？我们不能保证自己100%健康的。你们讲心里话，你们真的不害怕乙肝吗？不害怕。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不怕吗？不怕呀，我们真的不怕。一会儿我们做一波都行。乙肝要不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染的，然后呢也不是人，他也不是患者，他只是携带者而已。就算患者他不可以出门吗？即使他有什么问题，那凭什么我有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出门，我就不能交朋友？你要是介意你可以撤，我给你一个建议。他们似乎对乙肝很是了解，并选择用亲近回应恐惧。他的桌子我们坐一块儿，那你们坐，我走，我建议我走。你可以走，你可以走。你搁这儿，我们喝啥喝不消停。叮叮叮！我那话扔了，就这话就拿扔得了呗，还放在是不是？你扔，你又扔花了。Oh no！ 别，花是好花，花是我们的道具啊，我们还得用呢。小200块钱呢。那种渣男不用搭理他。真的还是搭理他？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对，就是，首先我们其实要做的第一点就是自己内心强大。他能告诉的，甚至能够动摇那些人心性的，也是跟他一类的人，跟他一类的人，我们直接给扔掉就好了。你来感谢这个事情，然后让你排除掉一个垃圾人，排除身边的杂质。我跟你说啊，怎么说呢，你还是没遇到对的人。真的遇到对的人的话，我他能跟你一起去面对这件事情，他本身他就不是啥事儿，会有合适的。我跟你说，我遇到他之前我也担心我们啥时候结婚的。对呀，会有。他们围坐在一起，不只有身体的靠近，还有情感上的认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你俩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就是让你们一起，对，我们可以交朋友，然后有什么共同朋友，慢慢。如果我们遇到的话，我们能够去帮助的，我们都会去帮助，无论是哪方面的事情，我们只要能去做出一些事情，我们都会尽量去做一些的。二位在没有今天接触到一两位演员的时候，对这个病有过了解吗？没有。在说完之后，我第一时间我先查了一下，对吧？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二位能接受自己的伴侣是乙肝携带者吗？如果是你们自己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啥问题、我们俩经常会探讨这个问题，我经常问他，我说哎，我万一生什么病了怎么办，然后他就会说，首先你不要这么胡思乱想，其次如果真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想要跟他一起走下去的话，第一的想法就是你不是说我怎么去远离你，而是怎么一起跟你去面对这个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伴侣之间应该想到的事情。特别好，我觉得他们这对年轻人啊，第一当仁不让，他们跟女演员坐在了一起，你不是介意吗？你不是担心他是一个祸害吗？坐在一块儿，我觉得就是个态度。但是对于乙肝的反歧视，其实他不是今天才提起来的话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把这个话题来放在社会的层面讨论呢？因为在很多人群当中他真的不知道啊、有时候吧，我们说歧视，歧视分两种，一种是恶意的，另外一种是因为我真不知道，因为真不知道所以我真害怕。偏见和歧视往往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无知。对，就是我能了解这事儿吧，也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斜对门那个宿舍，有一个同学也是感染了。以当时的认知水平，跟他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因为紧张，家长甚至找到学校，说能不能给我们家儿子换个宿舍。后来因为那个同学的存在，我们才科普哦，什么叫携带者，我才算知道哦，原来是这么个事儿，里头还有个分别。后来那个同学从大二跟我们住到大四，住我斜对门住了3年。所以就是有些歧视不要上来我们就愤怒，因为我们得允许别人不知道。我们要允许每一个人其实在认知上都有自己的偏见和误区。那么今天我们把这话题应该是重新放在这个讨论的范畴里面，也需要跟大家做一些澄清跟补充解释。提及乙肝，其实还有很多常见的误区。这种观念呢、不完全正确。一般的这种接触，你看吃吃饭呢、握握手啊，是不会传染的。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它是通过血液、密切的体液，包括我们的母婴传播。我们很多的人群出生以后，包括在他的工作生活中，他都已经通过体检接种过乙肝疫苗，体内有保护性抗体，就更不容易感染上。携带有乙肝病毒的母亲，我们可以通过母婴阻断甚至小孩出生以后，通过免疫的接种跟疫苗的接种，小孩的就是感染率可以降到5%以下，甚至更低。所以我们说乙肝是可以阻断的。我们很多有携带的女性不敢接婚，怕传给对方，这也是错的。我们可以通过疫苗的接种产生保护性抗体，夫妻之间就不至于感染。其实从这件事情也看到，我们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一个信息茧房，但今天借助观察，我们打开了一个无论是科普还是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一个打破茧房的通道。乙肝好像是传染病吧，我是觉得你有乙肝的话我不是很能接受。你对他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不是误解啊，乙肝都治不好了对吧，到最后还会发展成癌症。但凡离你近一点，你唾液用过的东西都会被传染的。对乙肝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对传播途径的误解是乙肝歧视存在的主要原因。这个病它不是你想的那么严重，就是如果我们有了抗体打好疫苗就不会被感染。你说不传染我也不是很相信，我要是知道你有乙肝我们也不会后面约会了。旁桌的两位男士一直在留意，似乎对乙肝的话题很是敏感。哎，旁边那个大哥应该有点生活阅历，因为岁数明显比我们这演员大，他应该有点生活阅历。我是一个正常人，我需要一个正常的伴侣。我说心里话，像你这样有乙肝的人应该就找一个同样有乙肝的人，这样才公平。
生这个病就应该好好在家里待着，结婚生小孩工作都不是你该想的事，说担心干嘛，这不是祸害人吗？这个就是涉及到攻击了。眼前的一幕似乎牵动着他们的情绪，会怎么做呢？我换个正常的女人不娶，我要娶一个有病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是很难听了，你这话说的真的是很难听了。你说人家我跟你说是喜欢你他才这样，如果不喜欢你他早就走了。那个东西我们中国很多人有，得了乙肝里面的人只有极少数比例的人他才会产生肝硬化肝癌，但是人家有这个乙肝病毒携带的比那个没有这乙肝病毒的人活得还长的多的是啊，只是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没有注意，对吧，没有保护的好，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通过疫苗可以阻断和小孩子之间的这个传染和这个接触人的一些传染，你打好疫苗他也不会传染给你，你可以再咨询一下有关的这个医生，对吧，或者你多查一点资料，是吧。我先做科普，没错，我不是上来就说你非得就错了你就不对，我先得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说明白了再说。男士不仅对乙肝很是了解，也明白扭转偏见的背后需要更多理性的认知。梁大哥，你们怎么能这么确定呢？我们都是经历过的人啊。你现在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以前也研究过，比如说一个同学，也可以说是前女友吧，她也快50岁了，我们肯定有亲嘴啊，有亲密行为啊，我也没有啊。我们在一起待了2-3年，当然我们分手并不是因为他得了乙肝，我们或者是别的原因。你打了疫苗，比如说你们有亲嘴有性生活，这些不会传染，不会。在2010年，我国正式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乙肝5项，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而此类举措也让许多乙肝感染者的境遇得到了改善。所以女孩子呢也不要有思想压力。我其实挺自卑的。真的没什么东西，知道吧，没什么东西。很正常的。人都是身体里面充满了病毒，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更多的是你去做好这个预防，对吧。对，因为我应该是上大学吧，体检后面发现有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了解嘛，所以没有影响我们后面的交往。所以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是几年的时候？那应该是1996-97年那种。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说有乙肝的这个全体的比例啊，应该是比现在要多。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大学生嘛，通过查一些资料啊，去真正了解他的一个这个东西，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恐慌啊，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或者就是说是一个知识的力量，对吧。愚昧才带来无知，你科学的偏正的全面的了解这个事情，你就没有不正确的看法了。因为这个误解或者偏见影响了两个人的感情，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如果有这么俩大哥，这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对啊，就是亦师亦友。你听他们说话，其实很多人生道理，他就是娓娓道来。对，不像现在好多人，就是你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跟你对抗到底，不是那个意思。人家这没有，人家这个娓娓道来之后也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获得和理性的建设，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2010年吧，到现在也有13年的年头了。当时乙肝不能入学，不能就业，不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时候，走到了今天。对，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13年了，到今天依然有，我们得面对现实啊。对，因为医学在发展嘛，没错。就是到最后我们有了正确的认知之后，好多事情都要调整。但社会认知调整有时候真的需要一过程。
时间来到傍晚，店内只有一对夫妻。我们开始最后一组观察。你可能有误解，就是我妈妈她其实也是乙肝患者，但是她现在50多岁照样好好的呀。就是你妈也有，那这个病还会遗传对吧？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小孩吗？那样生出来的小孩和你一样被别人看不起是吗？当乙肝感染者受到歧视，这让旁桌的夫妻很是关注。如果要是你不接受也可以，但是就是麻烦你也尊重一下别人。你一个乙肝患者跟我一个正常人相亲，你尊重我吗？女士虽戴着耳机，但眼神一直在留意，而旁桌的男士也陷入了思考。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我接纳这个事情，那你现在也可以走，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回去给家人说的时候就说是我们不合适嘛，你不要告诉他们说我这个病的事情。部分乙肝感染者因为深陷病耻感，他们会害怕透露自己的病情。这个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因为我是携带者，我一定是所有这些我都了解，在都了解的情况下，没办法，你们就是那么看我，哪怕我知道的是对的，我也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屈从，这是特别难受的。要不是这个台词，我可能也体会不到这种病耻感。我也不想跟你废话，还有下次你别出来相亲了，省得祸害别人。当女孩被孤身留在原地，他们会怎么做呢？小哥，坐过来，你拿椅子坐过来。哇，这个男士好绅士啊！你去叔叔家。你先讲。这个女士其实很刻意的肢体接触，她表明了一件事儿，这有什么？我就想跟你握手，甚至是非常有意的去触摸这个女生的手臂。因为我是真的是得过乙肝来的，得过乙肝好了，我得了10多年乙肝，因为我以前有小大三人，乙肝不要怕的，病毒携带着没点事情的，它对身体啊，对寿命啊都没有影响，所以不要有什么担心的嘛。怪不得他刚才那么痛苦，其实内心是挺受折磨的。他都经历过，他的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的人生还有那么长的路，你不能老在这个阴影下面，不要为他人的错，自己呢伤自己。我是初三毕业的时候，我一检查，我乙肝小三炎。肯定是不舒服，那段时间肯定也是 很难受的呀。但是我还是要去看。后来因为我自己了解好多人的乙肝，我发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后来慢慢心态就平和了嘛。叔叔心理强大的，这个东西我不怕这样的事的，没什么了不起，就别大的说。对，这么讲出来有乙肝有什么错的？真的不是我做。当你接纳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慢慢的就好？他们试图让女孩接纳自己。但婚恋中的接纳又该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大三眼，这种事传染性非常快的。他告诉我，我还不能接受。其实，因为人是这样子，很正常。我害怕到时候传染给我了，我这孩子怎么办？是不是？我内心我也很，其实很崩溃的。既然这样子，我就去检查，我看看。没事啊、我回头的时候，他陪着我在看。啊，我陪他看了。真的。真的是到处看的，那时候我们又没结婚，就是我陪他到处看的时候，我们都没结婚的，后来才结婚的。他其实没往深了说，对，就在那个时候那种认知啊，他接纳了，他怎么说服自己爸爸妈妈？没错，所以刚才他有一段特别动容，自己都已经快掉下眼泪了，就是他一定某种程度上勾起了当年的某一些难过或者是伤心。虽然叔叔当时这个情况，但是阿姨还是陪在叔叔，所以他对我很好。
他对我特别好，就是啊，就是这样子，就相，我觉得人是相互的，就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都接纳了，就是你看我不好好的，我还有康平，我两个孩子好好的都有康平。我也很希望我以后能碰到像阿姨这样的。可以的，可以的，总有人合适你，不要将就，你将就一辈子都是活在这个阴影里面。你看，他们就是特别恩爱的案例，对吧？疾病是遗憾，但幸福的可能也许一直都在。人心好的人都会有，因为你跟他交代就说明心好，心是善良。对对对对对，相信心地好的人都有好的报应的，真正爱你的人会包容你。你这个病可以说它是有传染性，但是你不要伤害他，他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他也不愿意啊，他天生就带了，他 一长这么大都是被这个枷锁来的，你还这样子去搞，让他就是说对未来更加失去信心，他还敢再去相亲吗？不敢了吧。我们是初三毕业的时候一抽血检查出来有叶肝，其实叶肝呢并不怎么可怕，你相信慢慢会好起来，会治好的。没有这条路，有那条路来说吗？人性真的是这样的。这两人是特别充满了能量的人，而且是在那个时代特定的背景之下经历过歧视，甚至是去勇敢的面对歧视的人。这大姐肯定当初也是经历过特别多的说服啊，科普啊，你要知道老人家在当时那种舆论环境下能腾于自己女儿嫁给这大哥挺不容易的一事儿。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岁月里面，当医学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疫苗也没有普及的前提之下，当可能歧视是一个常态的前提下，他能够去坦然，他能去接纳，其实这个大姐更坚强。真是他有一个词用的对，枷锁。枷锁就是周围人的不理解，周围人的误会，有时候就是个枷锁。你就回去跟家里人说咱们不合适就完了，你别跟家里人说我是什么个情况，这不就是枷锁吗？消除歧视这件事情是一漫长的过程，而且最后你也得允许那种冥顽不灵的人存在，就总有的。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说服呗，科普呗。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大哥说的那句话其实也特别有参考意义，就是说没办法，没关系，这条路走不通还有别的路嘛，就像你这次这个相亲当中遇到了糟糕的人，我们可以换人嘛。对。更何况当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在不断的有作为，我们看到这些年国家也在极力的开展乙肝防治工作，比方说啊，我们知道的有免费给新生儿注射疫苗，降低药物价格等等，能够让中国的乙肝感染者是逐年在减少。那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早在2020年的十月份，国新办举办的“十三五”卫生健康改革发展相关情况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了，中国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感染率已经降至了这个数据1%以下，这是了不起的。就从那天开始，我们彻底的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所以这个路我们走的是风雨兼程，但是也是卓有成效的。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本栏目由仁和品牌联合特约播出，仁心仁爱仁和药业，关注健康，遇见美好。朋友们，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会吧。用爱坚守这片土地，用爱传承这份匠心，仁心仁爱仁和药业。